串流。为什么一起来在别人床上？不是，我是这是你的房子。你跑到我床上干嘛？你跑到人家床上干嘛？你叫什么？杏鲍菇。嗯，杏鲍菇也不是这个颜色啊，应该白一点吧。杏鲍菇是白的。不是、啊、我身体皮肤就最白就这样子啊。你身体是白的，我是不想看啊。你的头应该要是白的。头啊？头杏鲍菇的头是不是全白的、啊？可是变那么黑啊！你、欸、好像瘦很多嘞，睡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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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十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昨天不是在聊一个我一个聊天室有个学妹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突然想想，你才国一，你就是狂给我小起点。哇！你早餐那些不用吃哦。他是那种啊，省钱然后抖内实况组那种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痛苦。啊，那你他我说没有自己经济能力的都不要来抖内。对，我也是这样讲，都会被我凶。有吧？有顺了吧？再不顺的话，我就去吃我的饭团了。开始吃起来！吃起来！吃！OK， 捡垃圾的女孩，来，捡垃圾大队来了，捡垃圾大队一起吧。啊、还是不然改一下次农场改叫垃圾场。是垃圾场，主要叫资源回收场。哎、欸，对，繁星，哎、欸，那个重登体力回满的那个被改掉了。对啊，被改了。对，没有错啦。fuck， 太快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夺我们的权利？对呀，太勤奋更新了。他是觉得这样体力够用是不是？快走开！好好。现在可以看哪广告呢？哦，看广告有小几点哦。有，现在看广告有小几点。哦哟，你不要站这里啦！我可以不理他，哦、一直翻吗？反正我没有他的友好度。可以啊，你跟我可以啊。傻。哎、欸，那个昨天就是我跟小雨在玩新车桥，大家都爱那种好像拿手机在看我翻垃圾，就全部在看他直播翻垃圾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谁，我的潘妮就在远端默默的过来，我就说不行，我要躲起来，不能让你看到我这么丑陋的样子。然后他一过之后，我又回来翻了，他说你这样翻垃圾是不好，很脏。我说要你管哦。叫我爱的人不看我就没事了，好凶哦！但是我干你屁事哦！干你屁事哦！又不放给你看的，我赚钱养家好吗？对，我都说我要默默付出捡垃圾，全世界骂我都可以，就只有你，就是不行，只有你不能。被心上人看到自己在翻垃圾，翻垃圾不行，不行，其他都没差，就你不行。看我在赚钱养家好吗？印象是国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不小心在心上面前跌了一跤，我那时候超想死的。还好吧，跌一跤还好吧。跟球脸朝下的话就不好，哦、那就有点尴尬。虽然他跑来安慰我，是有点开心的。不行，伸不开，伸不开。谁？谁？他走，可以继续翻。干嘛？他回家，他回家。啊？是啊，好吗？哦，因为他到明天就没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啊，他帮你们拿那个找不到棒子。找不到棒子。对啊。好吧。可是我现在在开伺服器。哦，那等你开完。可是这个应该不会那么快。哦，真的好。那我就早上就睡觉。谁团团哦？团团。哇，嗨。你声音听起来好，回音好大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他这个。就空间很大，上面空间空间很空，很空，空荡荡，很荡。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在开。可是他们在开。对，我要跟你借这个。大家好，跟你借。嗨。Hello。别打。安。是田园居士们。对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错啦。大学长。大学长。哈哈哈哈哈。笑死！大贤者就是他了嘞。大贤者。对啊，大贤者团长啊！
竹林大贤者，竹林大最贤，大团长最贤。上去打团长啊！好，好。可是我这样子会不会隔天晚上？隔天晚上呢？累死。不是啊，因为我睡觉嘛，那可是隔天醒来，隔天起不来。没有睡觉的话，他会被强制断我睡吗？他会扣你钱让你睡，他会扣钱。然后你要也醒不来，你要记得用滑鼠连点点那个 OK 的位置。对，你做那个啊，按键精灵啊，就点右下角那个，因为你不然你那个晚上醒来的时候你醒不来，对你没办法按确认，你就不会醒来。就每天大概扣。我现在不确定滑鼠的它的哪个位置。那你可以今天晚上看一下。快睡觉！不行，我要捡垃圾。好好，你先捡，你先捡，赚钱重要。真的，我已经快捡满第一桶金了，相信我。他要捡钱，让你可以扣钱。对。每天至少要有200块才够你扣。看不消，扣掉了。那这样浇花就有其他人来浇，可以啊。快睡觉，10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开到11点啊。等一下，掉到宝物。我摸到11点，我摸到11点。西杯。看到 FB 人家在发食物，好饿。食物。饿了。做点些人，胖死了。你们今天没有鸡排聚会吗？对齁，现在10点半啊，外面那家关了，应该去其他家了。不行啊，天天吃鸡排会胖死。不会啦。你们不是要先把那边的鸡排都试一遍吗？你先养胖别人嘛，他不会说你胖啊。哦。你们就是等比大家一起放宽，这样看起来就不会。没事，放宽，我靠，你这最狠！因为他不是开到11点，我有开到11点，是11点半的。你都完全不管人家在什么，在。不管，为了我的第一桶金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的马，我的床吗？干，你没看到已经发霉了吗？啊，没关系，不是我家的。啊，好了好了，12点了，该回家了。把位置放哪里？赞叹面包，感谢面包。可以卖的。哎、欸，反正你知道我刚刚第一次钓鱼的那个保底钓了一条鲶鱼，那不是速度很快吗？对，超快。可是因为它不是那个教学的时候不会扣吗？哦。然后就钓超高兴，哇塞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莫名其妙。你看、啊，我赚了6000块。好了，点点。别人对啊，小声一点。哦，可以。可是你点点，你要记得睡觉啊。没有啊，顶多累倒啊。哦，累倒扣多少？200。哎哎哎，你要累死了，你要累死，你不要拿钓竿，你不要拿钓竿。对，钓竿。哈哈哈！再挥，他在床上挥钓竿。哈笑死我。哈哈哈！其他人声音小一点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的台哎、欸，哎呀，笑死了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在浇水的时候看起来超可爱的、欸。我是农场小精灵。等一下，你看着正面浇水，我截一下图。来，好，一二三。哎，我应该要截到，我看一二三。超可爱。而且我是涂口红的。
看看有没有其他。你看你的脸。我看看。PC。你看你剩下两点。超可爱的。对啊，你看我就不会。我男生。看起来你也看起来只有剩下两个点，超可爱的。看是不是又赚了一桶金？他吉他是去哪里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也不知道。玩垃圾就是在采蜜好吗？对啊，懂什么？笑死！哦，有饼干，我要翻起来了。你不先翻起它看看吗？前面大概就是饼干最好了吧？还有吗？面包比饼干好。是吗？我记得饼干比较贵、欸。那就饼干吧。感谢凯兰小气点。啊你女儿嘞？我知道你叫潘墨啊。老头嘞？老头跑出去了啊！怎么会跑？哦，他刚跑出去了，坐着轮椅跑出去了，往上面跑了。怎么会溜？没错。我声音好小，跑掉了。哟，掉了吗？他每次都给我调成87%。87%。送你漂亮的花。送你发发。哦，蚊子。蚊子来了。玩的是同物，哎，你不懂啊，前期赚钱辛苦啊，那要先有一些资金啊。英雄不怕出身低啊，真的，要先有资金才能做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多赚这些钱，我们可以多买多少草莓啊。哦，对呢，酒店。我看到那个了。嘿。林博。我看到了，我给他花了。哦。睡啦！被奶奶看到啦！停止运作啦 ！No， 为什么你的会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难。这不是，这是另外的世界。嗯，这是哈剧的世界。因为我刚刚想说我人很卡，想说我出了问题，然后就改到哈剧。那我刚的连线也不能连。对。算我现在解决好了。算我现在解决好了。我今天都玩了，就玩了吧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就轮流一人、啊、就看一天一人一张地图，玩到死。没有啊，轮流啊，看那天谁先在就先开之类的、啊。哦。不用等来等去。
眼镜不用丢掉啊，然后放箱子就好了。反正会送一个垃圾转换器，到时候再来转。嗯，加减转。晚点找我聊个事。你是说那件事情吗？除了塞巴，其他都不 care， 没有错。拜拜。